边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柔软。首先我要先给大家看哦，它就是这样这么样的松垮。好，这么长这么大，所以呢 SML 都可以穿。我最喜欢它这个 V 领，然后兼这个肩带，而且它肩带明明就是造型用，可是造型用还要给你很舒适的弹力哦。这个裤装基本上啊，我觉得它不太透诶，像我今天里面穿黑色小可爱，完全没有看到我任何一点的黑色小可爱的部分。然后你看屁股，屁股后面啊，完全就是舒适，完全没有任何一点点的贴身贴臀哦。基本上这件长裤你不太需要改，你就利用绑绳，它也不会卡裆，高跟也不会卡裆，你就利用绑绳绑好，上去抽你自己想要的长度就可以咯。然后它的宽度我觉得也很适合大家，不会过于太宽。然后所有你们害怕的藏肉啊、长度啊、透光度啊，它通通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件今天真的很厉害。黑色棉麻我很大推，是因为我觉得很舒服。这个啊，如果你是想搭 T 恤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 T 恤搭进去它就会变比较休闲，就是跟你们现在看到的感觉会比较不一样，但是也是非常非常好看跟 OK 的。不论你是想要搭背心牛仔的，还是想要搭雪纺类的都可以，但你搭配的东西它的衣服的感觉就会随着你自己搭配衣服的感觉去走。